屏东狮子牡丹满洲高温有27到29度，太武来意春日21到29度，三地门雾台马家16到29度，高雄桃园那玛夏茂林高温来到23到27度，嘉义的阿里山12到25度是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在仁爱只有11度，最高温来到27度。台中和平15到26度也是多云的天气形态。苗栗南庄石潭泰安20到27度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。新竹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在尖石只有15度，高温来到26到28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19到29度。宜兰大同南澳高温有29到30度，花莲新城、花莲市吉安高温都有25度以上，秀林万荣19到30度，寿丰丰滨22到30度，凤林、光复、瑞穗都有24度以上高温，最高温来到30度。卓溪、玉里、富里最高温有31度，最低温在卓溪有11度。台东长滨、成功、东河都在23度以上高温，最高温来到30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在海端只有19度，最高温有28到29度。鹿野、台东市卑南都有22度以上高温，最高温来到30度。太麻里、大武、金峰、达人最高温有29度。蓝雨25到29度也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，外岛连江、金门、澎湖27到30度。